才是我佩服，佩服，佩服！对呀，对呀，刚才我们逗你
玩呢，就是傻孩子呗，你放我们下去吧，放我们下去吧。我求求你，姑娘，放我们下去吧。这么说，你们是输得心服口服啦？当然了，我对姑娘佩服得五体投地，请你放了我们吧，大发慈悲吧。哼，我为什么要发慈悲啊？一也不想想你们两个自己溜溜的就往我身上打主意，卑鄙下流无耻。是，姑娘侥幸的是我们兄弟冒犯了姑娘，姑娘我们知道错了，请你高抬贵手放过我们吧，放过我们吧。好吧，看你们两个还蛮有诚意的份上，本姑娘就放你们一马。谢谢姑娘，谢谢姑娘，谢谢，谢谢姑娘。哥，你们偷袭我！兄弟，这下咱们可以把他带回鬼宫，好好享乐享乐了啊！走。这天魔琴是江湖上最残忍、威力最大的武器，谁得到它，就能号令天下，称霸武林。你们说，能不让他们眼红吗？灵儿，他身边带着天魔琴，可千万别出什么事儿啊！别担心姨娘，灵儿聪明伶俐，能言善道，就算遇到危险，也能化险为夷的。这小子就是聪明。希望老天爷能够保佑保佑他，大吉大利，别出什么事儿啊！师父，我们下面准备去哪儿？大家今天晚上好好休息休息，明天一大早我们出发啊！是，去睡吧。是友就怕是陷阱啊！江湖中人最讲的是一个义字，我们总不能见死不救吧？那我跟你一起去吧。好，你们在这儿先休息一下，千万别走开。好。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啊！救命啊！救命！绑上去的，哎呦！你们先把我放下来再说嘛，要不然等两个色狼回来我就走不了了。拜托拜托！原来是你们，好大胆子，竟敢和本少爷作对！原来是你们，你们两个真是阴魂不散呐，走到哪儿你们跟到哪儿。少跟他们啰嗦，上！来！哎呦！来呀、啊，再来呀、啊！走！怎么回事？没什么了，大姑娘家碰到这种事儿，不好意思，不就跑了。我们回去吧。走。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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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跟了我一个晚上了，到底想干什么？想劫财啊？想劫色啊？藏头露尾，根本不是一个好汉所为，有胆子就出来吗？干嘛不出来？快现身出来啊！那跟踪人又不敢出来，真恶心的你，你真没胆！
我没空理你，本少爷不和你一起玩了。一讲曹操，曹操就到啊！你这臭五山贼，终于肯现身了！本少爷等你等了半天了，来啊！你是什么人？出口如此粗俗！你一路跟踪爷爷我，你居心不良！你敢出口伤人？长辈教训小辈！你再乱讲话，小心我！哎，请你不要再跟踪我，否则让你见识一下天下第一镖的厉害！天下第一镖？这么说，你是天虎镖局的人？我不告诉你，人要走可以，把钱给我留下。又是一个凑热闹的，要钱是吧？拿去。哎，嗯，真的吗？嗯，你这个臭山贼啊，真不是一般的蠢呐！天下没有白捡的媳妇儿，这么浅显的道理你都不懂啊？不如趁早改行算了。臭小子，闭上你的狗嘴！不必怎么样啊？不要脸呐！你还找帮手？谁认识他？那你是什么人？你是什么人？韩信是你什么人？我爹的名字哪是你随便提的？哎呦！查到齐了吗？启禀爹，我们一路跟踪天虎镖局的人，一直想找机会下手，到了黑乌鸦，我们终于得手，他们也中了我们的毒，结果又……我只要听结果。结果在半路上又被人家给抢走了。对呀，爹，那人武功非常高，还非常厉害，我们差点就抓到他了。对呀，所以够了。你们两个还不赶紧给我去查清楚？哎呀，滚！大哥，你回来了。师父，你回来了。怎么样，有消息吗？已经证实天虎镖局所有镖师一起押运的就是天魔琴。天虎镖局倾巢而出，运往何处尚不知究竟。这个简单，师父，其实我们只要知道天虎镖局的押运队伍所在，这不就行了吗？你发现了天虎镖局的队伍？同时我还发现了镖盒。你跟他们动手了？天魔琴本来是我的囊中之物，可半途被人破坏了。师父，江湖上谁有六根手指头？六指先生他是谁？我听爹说过，拥有六根手指头的人就是仙人峰顶上的六指先生。管他是谁，这次的耻辱我绝对不会就此罢休的。爹说过，六指先生隐居多年，从来不过问江湖中事的。妹妹，天魔琴是各个门派都想要抢夺的宝物，他来抢那有什么稀奇？六指先生乃世外高人，想不到也抵不过诱惑，加入了夺镖的行列。这一回还真热闹了。驾！终于来了！驾！寡头他也不用这么急吧？驾！居然有人抢先一步，前面应该就是龙翔镇。好，咱们就在龙翔镇见。
镖局总镖头，天生一个没用窝囊废的二世祖。哇，我穿起男装来比真的男人还要帅。这边请，来坐坐坐。有包间吗？有，来，公子这边请。哎，楼上包间，客官一位啊。你们这儿有什么可吃的？公子，别看我们这店小，可是菜是极有特色的，鸡鸭鱼肉是应有尽有。客官，你想吃什么？怎么做？哎，您想吃什么？尽管跟我们说，我们的大厨啊非常有水。我想想啊。这个鸡，只要您说出来，没有我们做不到的。我是想说吃鸡上火。哦，哎，客官，那您来点鱼吧，我们这有清蒸鱼、红烧鱼、松鱼、甲鱼、鲈鱼、扁鱼、青鱼，您说出来，您要什么鱼呀？哎呀，鱼太腥了，反胃啊。哦，那就来点素的，我们这有豆腐丸子、菜丸子、斋玉丸子、罗汉丸子、素丸子、素鸡、素鸭、素饺子，应有尽有，您要吃什么？哎呀，你这店的东西可真不少啊。那当然，我现在呢先想去洗个手，等我回来以后呢再告诉你我想吃什么。好好。哎，要等着我啊。哎，这人可真麻烦。哎呦，客官您回来了，来来来，这边请，这边请，来坐坐坐坐坐，来，请请请请。好漂亮的蝴蝶，小林在的话一定会喜欢。起来，他会难过的死掉的。
公子请用膳。嗯，谢谢。傅公子，能看出来你是个好人，小人想求你件事。你说吧，只要我能做得到，我一定会帮你。公子如果有空的话，能不能陪我家小姐聊聊天，解解闷儿？你要我陪你家小姐聊天？是的，我家小姐太寂寞了，连个能够谈天说话的对象都没有，小人看了心里很难过。叫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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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笑什么？林娘，先搞清对方什么来路。在下吕腾空，不知阁下尊姓大名。废话少说，交出天魔琴。哼，你做梦呢？不交出来，休怪我手下不留情。嚯，好啊，那我们就手底下见真章吧。林娘，我们去帮师娘。不用，林娘能对付。林娘住手，她是火凤仙姑。你是火凤仙姑？知道来头不敢再打了吧。识相的交出天魔琴来。我西门姨娘从来是天不怕地不怕，怕你这个小尼姑。你好大的胆子。你笑什么？我能不笑吗？人家抢天魔琴，你也跟着抢天魔琴，那不好笑，那就怪了。天魔琴乃威力无比，凡是练武之人都想拥为己有，这有什么可笑的？你给我住口！仙姑请息怒。今日我不夺的天魔琴，我誓不罢休。仙姑务须抢夺天魔琴。务须抢夺，什么意思？以后我会双手奉上。你当我火凤仙姑是什么人？竟敢耍弄于我。吕某所言非虚，在下押这趟镖目的地就是送到韩信府。韩信府？正是。这天魔琴怎么会送去韩府呢？这个在下也不太清楚，还请仙姑指教。哎，我们天下第一镖可不是胡混乱混混出来的，我们接了这趟镖就已经知道一定是困难重重。不错，路上我们已经战过大大小小无数次，没必要骗你。那现在镖盒何在啊？这个不用担心，镖盒在犬子手中，我们一会儿会合以后，我会双手送到韩信府。好，我就信你天下第一镖，信你吕腾空。谢仙姑。哎呀，这天下真是无奇不有，这接镖的也跟着来抢镖啊。世事不过如此啊。哎呦，被这小尼姑这么一闹，咱们耽误了不少时间，赶快上路吧。走。哎呀，你他妈混蛋！是大哥，抢功的应该是我，不是你。哎我终于得到天魔琴了。爹，是我找到的。守财，做得好。
臭小子骗我们！打他！打他！揍死吧！饶了！果然不出本座所料，吕林那小子身上带的未必是真的天魔琴。鬼奴听命。本座想知道，前段时间与本宫对阵厮杀、乘坐马车离去的人是谁？听见没有？去吧，走，快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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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。师傅，您回来了。嗯。怎么样？找到天湖镖局的人了吗？找到了。那您跟他们动手了吗？他们人多势众，您没受伤吧？就算他们所有的人联手，我都对付得绰绰有余。是师父，可爹想得到天魔琴。天魔琴不在他们手上。不在他们手上？难道镖已经被劫了？玉堂空说在他儿子手上呢。什么？奇怪的是，这趟镖竟然是送去苏州韩府的，给你爹的。给我爹的？这怎么可能呢？本来我也不太相信，可是吕腾空为人正直，江湖上人人皆知，他的话我相信。可天魔琴并非我韩家之物啊，为什么要送给我爹呢？难道托镖人与我爹是旧识？可能是你爹的仇人。什么？你是说托镖的人故意托这个镖，好引起武林各派人士争夺天魔琴，让我爹成为众矢之的吗？有这可能。谁有这么大的深仇要这样害我爹啊？玉霞，我也只不过是猜测而已，实情啊未必如此。可正如师父所言的话，以后恐怕我家要惹来很多江湖恩怨之事的。云霞，将来的事情将来再说，坚强一点，不要杞人忧天啊。是师父教训的事。你大哥呢？他今天清早出去了。我们去找他，然后呢回韩府。是师父。魏霞，贺青花，别来无恙吧？哼，托你的福，还好。我跟踪一个手持天虎镖盒的人影，此人轻功极高，来到此地便失去了踪影。可是你鬼宫的什么人？正是鬼宫的属下鬼奴。天魔琴已经在你的手上了？不。堂堂一宫之主，何必抵赖？镖盒确实在我这里，不过镖盒里面没有天魔琴。何青花，你不相信的话自己看吧。退下。何青花，我劝你还是不看为好。难道你还敢放毒不成？你非要看的话，那就有你了。死老鬼，你竟敢戏弄我！我早就警告过你，戏弄你的人不是我。是谁？天魔琴的主人。天魔琴的主人？几天前我与那人正面搏斗，此人功力深不可测，老夫猜想他与天魔琴必有渊源。
当今武林能够和鬼圣相提并论的就只有天龙门的东方白了，难道会是他？不知道。你与他正面搏杀，你不知道他是谁？本座一无所知。你没有能力证实，我可以。这个拿走。谢谢。没事的话，你可以走了。谁做的曲？挺好听的，我以前没听过。其实那是一个非常悲壮的故事，发生在很久以前。某个门派的长者得到一把魔琴后，以武林至尊自居，大开杀戒。魔琴的传人多次出面化解，苦口婆心，甚至不惜牺牲生命来制止这场杀戮。后来那个长者也历经磨难，猛然良心回来。终于肯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。傅云俊，你敢戏弄我？在下绝无此意。等等，你还想说什么？我想请你放过众位师叔。我没杀他们，你很失望是吗？怎么会呢？你心里早就认定我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女魔头了，但是我居然会放了他们，让你的猜想落了空，你当然失望了。是我误会姑娘了，请你原谅。可以，只要你把天龙八音的后半部曲谱写出来，我非但不怪罪于你，还会立刻放你走。姑娘为什么到现在还不死心呢？我真的不知道天龙八音的曲谱，更何况就算我知道，我怎么可能眼睁睁地看着姑娘拿着它去危害江湖呢？你以为我没有那半部曲谱我就没办法了是吗？我告诉你，不管有没有曲谱，我都会杀了他们，不信你等着瞧。娘，我终于找到天魔琴了，可是我现在还不能带走她，因为那位姑娘还有满腔的仇恨未解，我得耐心等候他。
琴吗？能不用天魔琴最好。一旦消息被传出去，我们的计划就败露了。是。这次又是什么人？与上次傅云俊来寒雪殿是同一路人吗？戚夫，把傅云俊带到我书房，吩咐他不要出来。是。请姑娘通融，让贫僧和傅公子一见。大师叔，你怎么来了？慕容夫人不放心你的安危，所以命我等前来接你。麻烦大师叔回去跟娘说一声，说我一切都好。王姑娘对我也很好，所以我想多留些日子，看看江南风光，然后回去。是不是他们威胁你，不肯放你走？你应该了解我的个性，如果我不想做的事情，除非他把我头砍了，否则我不会答应的。贫僧明白了，少爷多保重。师叔保重，告辞。这么好的机会，怎么不走啊？除非姑娘肯听在下的劝告，放弃复仇的想法，否则我是不会走的。举世之名，无人不识啊！我的名头真有那么大啊？是，吕总镖头，风尘仆仆，千山万水，千辛万苦，千里迢迢，押镖上路，真是苦了你了。你怎么说话那么快啊？哎，这么简单的话，我一天都会说上十遍嘛。一天说十遍？为什么？这么普通的话，一天都会说上十遍的，那自然而然呢，就会说得流畅了嘛。为什么他会知道我是吕林呢？到底你是谁？你死定了！这下惨了。